当我看到里面的内容跟它的方式，我觉得这个 TV Box 对每个教会或者对每个家庭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我觉得很棒嘞，因为我第一就想到说啊，我的那个教会那个教育这个部门呢可以用到它。而嘅福音影响呢头咧，万世嚟嘅，有五百嘅选择啦。睇到唔同类型嘅电影、艺人、名人嘅见证，同埋啲讲座啊、报道会啊、大型文件嘅纪录片咧，简直就系一个流动嘅福音电影院啦。马来西亚很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没办法呢有自己所谓的宗教的电视台，所以这个东西的出现呢，这个好影音 box 呢是一个非常对我们这种的情况来讲是非常适用的。这个复印影盒随时随地带走很方便的，放在口袋里头，带去哪里都很方便的。I will bring all the miracle box to bring back to my country Indonesia, then I can share with my family, my friend, all in my country Indonesia. 呢個福音影盒係非常非常之好，咁我睇過之後咧，我覺得可以幫助到好多朋友，佢哋可以認識到上帝啦。咁好似佢哋住喺好偏遠嘅地方，例如話泰國啊、印尼啊、菲律賓啊、中國或者台。我有些朋友他们住得很远的地方，他们真的根本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福音的。我希望买多一些这些福音影盒送给他们，令到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福音的影盒去能够去认识上帝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福音影盒的内容，记得在书展期间自己亲自来试验一下。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天燕心会员知的，如果你们是会员的，书展期间里面有特别的优惠，记得了，7月18日至24日是书展见的了，全福音不等得啊。